这块是炒米果。每天都要坚持那条越来越美哦。豆沙、麻薯、蛋黄酥我加热过了。它的奶香味好浓郁，这个是芋泥麻薯蛋黄酥。芋泥的口味更清淡一点，粉蒸肉。它里面放了红薯。胡萝卜配着这个炒米果。豆沙的最好吃，里面馅料很丰富，还有瓜子仁，超级棒。刚吃了一块肥肉，特别香。